我们家里发生了灵异事件。啊，主人，你背后。小园子，你怎么一惊一乍的？我看到那个玩具自己动起来了。什么都没有啊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不要自己吓自己，走，睡觉去了。哇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被发现了。七宝，你为什么会在我家？啊，鬼呀！别害怕，我不是鬼，我只是一只有超能力会隐身的小猫咪。你为什么要隐身来我家里？因为阿姨，谢谢你不嫌弃我是流浪猫，还每天喂我吃东西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可以收养我吗？可是我家里已经有一只小猫咪了。哦，这样啊。我隐身来这里是不想给阿姨添麻烦，又想陪在阿姨的身边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玩具，所以一时好奇动了小园子的玩具，却不小心吓到了主人，然后我就暴露了。其实大家可以当我不存在的，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七宝，不是我不愿意收养你，只是我家里已经有小园子了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走。等等，我的意思是因为有小园子了，所以我要征求小园子的意见。我刚才已经告诉妈妈了，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很孤单的，所以我很希望你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，这样你以后就有家了，我也不会孤单了。